Hello，哦，我的刘海超级乱的，怎么办啊？好乱哦！我知道我要直播，放心，有人以为我忘记直播，我只是在处理我恐怖的刘海而已。我刘海太吓人了，怎么那么乱翘啊？整个今天整个就是超级乱翘。我刚刚洗头，我没有，我没有，我刚刚把它卷上去，然后结果就变这样子，太恐怖了，太吓人了，我的刘海。啊，可爱吗？我就看起来好蠢哦。哦，谢谢乔纳森叔叔的行李箱。哎，你们说的那个。什么？答题可以赚浪花的，那个很难吗？我等一下，好像等下是9点还有，我等下9点也想去试试，好像还不错。诶，几点还有？7点好像有，但我7点应该来不及。现在是不是有那个答题送红包的啊？刘海练习术没有，今天的刘海比较不受控。哎，我常常刘海都很不受控，天呐，怎么办？怎么办才好？哎，我的刘海有点炸掉。你看我刘海变那么长嘞，我该剪刘海。我太久没剪刘海。你看，刘海这么长，这么长耶，这么长哎，超长的。好稀疏哦。7点有，对啊，可是我播到7点多一些，要1个小时嘛。我好像我七分还8分，我7分播的吧。所以我要至少要到7点07，还来得及吗？我7点07来得及去答题吗？那个很难吗？那个到底是到底题目是什么东西？听说好像可以赚到不少浪花，是不是？感觉还不错，感觉不错。你们都有去玩吗？那个答题可以赚浪花的。以你的聪明来说，不会很难，真的吗？上题没有玩呢、哦，好像还蛮好赚的，你可以玩玩看。我等一下也有考虑要玩玩看，有些题目超难，是限时间吗？一题可能就几秒钟。这个账号的浪花都是那样来的，真的好那么厉害！哇，哎，那强大的身体还真的是那个答对很多题。不然应该很难赚到吧？要绑手机就没玩，你没有绑手机啊？哇，那我也想去玩玩看。选择题，最近变长15秒，所以我也来不及。我本来还想说可以上网，就可以用另外一只手机查答案，所以没办法，15秒也太短了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啊？那个，感觉很好玩。我可以来试试看看我可以赚到多少。手速够快的话，可以查答案是不是？15秒，15秒压力好大哦。查到一半就哎，时间到了。Grace Hello，昨天是20秒，真的，红包，谢谢 Grace 的红包。耶！我有抢到你，谢谢 Grace 的红包，谢谢乔纳森叔叔的文手礼，谢谢上天的比心，
耶、yeah, 我有抢到。谢谢 Grace。今天才改成15秒的。啊 ,15 秒。哎呦 他是不是发现那个20秒有很多人都那个。都先去查。是不是发现有很多人都偷查这样子。可能他发现很多人都偷查，所以才改成15秒。澳门客 ，Hello， 晚安。跟你说，我有新外号，真的，是不是少女杀手？Otome Killer，Otome Killer， 少女杀手，还不错。直接改10秒，10秒会不会连那个题目都来不及看就没了？10秒可能太短。枯美 ，Hello， 晚安。而且时间快到要按哦，要赶快按哦，真的、哦，还不能到，还不能太接近，是不是？可能要留个3秒按这样。哇，欸、有点困难，我觉得我可能可能没有时间查，我可能没有查那么快。看来还是要靠自己，靠自己。难得我笔电在我的手边，来听个歌吧，听什么好？嗯，哎，听一首，我最近很常就是。脑子里很常在播放的歌，最近每一次，有时候就突然间就会脑海里开始播放歌曲，每一次都会先想到这首歌，最近实在是被他洗脑洗的严重。少女杀手可爱 ，Otome Killer。啊，我的刘海！小老鼠少年杀手比较好、嗯、你跟瑶瑶的影片呢？我不知道啊，问那个啊。要问官方账号。我早就交了，还没有出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来。哦，我也好想要快点那个瑶瑶的影片快点出来。哈喽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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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莓酱，调满刘海，哇、啊，我刘海好惨哦，怎么都变这样子啊，受不了。有一题世界上最可爱的人，真的假的啊？啊，答案是什么？怎么会有这种题目？少女杀手好，少女杀手感觉比较有称号的感觉，比较喜欢节奏快的歌还是慢的？我没有特别喜欢快的或慢的，我是喜欢歌，就是如果我刚好听到这首歌觉得哎、欸、就是很合我胃口，那我就喜欢。有时候会是快歌，有时候会是慢歌，有时候会是很安静的，有时候会是很吵的，反正就是刚好听到，哎、欸，刚好对到我胃口，我就喜欢。你们知道这首吗？有听过吗？有听过吗？我觉得它很洗脑哎。
最近一直都在，就是想到的歌都是这首。田中豆粒王 ，Hello， 晚安。特别出给你选的，那你答案选什么？少女杀手，少女杀手不错。歌名是什么？足迹。阿西阿头，阿西阿头。吉米周 ，Hello， 晚安。谢谢吉米周的枫叶。Kent， 晚安。有一个晚安，小玉晚安。Happy Love 晚安。欸 Happy Love， 你之前推荐我的动漫在 Netflix 播了耶，我要开始看了。期待。牛仔裤，好听好听。杨洋回来了，发现他就咻咻咻飞起来，然后飞走了，立刻瞬间跑到，你看到他飞走了吗？不对，还好有绑着绳子，不然他就真的飞起来。他飞走了。他飞起来，他飞上来了办公室，可是线刚要落，他刚要离开地板的时候，整个重量了，他又下来了，这太重了。哇，杨洋，我跟你们说，杨洋现在已经会自己走到我的手上了。什么动漫哦？我的英雄学员。怎么突然提到？因为我在放他的歌。干嘛呢？这全都是他的成就，一堆大便。卫生纸用完了就回来了。我手环。奥特曼大王，奥特曼大王。上去上去上去。没有了。上去。休息，因为太累了。哎呀！你在常常没跟我说晚安，真的吗？护士，怎么会？东京复仇者，那个晚点之后再搜。我下去就这边有。那么多蚊子。蚊子现在。星期四孩子真本事。晚安，罗杰晚安。你不是看完了？他还在更新啊，那个我英还在更新啊。他现在还在更新啊，每周一，每周一晚上更新。哎，你要小心，不要给我拍照。他们不会想看你的肚子。歌词我换了，我还没有记下歌词。对，杨洋现在已经，我表演给你们看，他现在已经会自己爬到我的手上。但是他会不会已经累了？他应该还在坚持啊！我要把他带回来的时候，手上就他现在太累了。然后我只把手抬起来，他就张开翅膀跳动。真的？没有，才刚下，刚闹钟停。真希望下单我手会。弟弟的衣服上。快点。什么？才刚到楼下，就变一坨在弟弟的衣服上。真的。然后妹妹很聪明的，既然变了，应该就不会变到我身上。她说：“好，换我，一换她再变一头在妹妹的身上。”哈哈，侧面看啊，她好疯啊！弟弟，你不要被看到啊！我知道。啊？她已经变 N 次了，她今天变好多次。超蓬的，你看，有够卷的。
你放弯的吧。对呀、啊，我想要让瑶瑶爬到我手上。太久没剪头发，整颗头变得好像麦克风。我也好久没剪头发，现在都没有出门剪，我来自己剪好了。其实我平常刘海都自己剪的，反正刘海很简单嘛，就这样子，这样子，然后滋滋滋滋滋就剪好了。头发也好长，对啊，好想剪哦，剪一下吧。我这几天自己剪一下好了。我跟你们说，我最近又在重看《库洛魔法史》，我超级，然后你知道，现在那个。看一看就超级想要买那个透明牌，超想要买透明牌的哦，好好看啊！但我刘海很卷，隐藏着星星力量的钥匙啊，在我面前显示真正的力量吧！帮一杰出，我没有在配音。买什么？库洛魔法使的那个透明牌，想买透明牌。隐藏着星星力量的钥匙啊！你不要没有声音，不要讲我。不要说了。我不知道。嘘。我不知道。反正又不能吃。的确啦，但是好漂亮、啊。全部剪短，我已经还蛮短的了，不能再剪了。你今天开心吗？瑶瑶，你今天开心吗？你考试考完了吗？还没，我下礼拜才期末考，下礼拜才全部考完。那多科都不会被骂。买都买，真的吗？哈哈，买。用到卫生。想买，我想买。一包卫生纸都没了。一包小小包卫生纸全都没了。你要不要穿？我很想问你，你的衣服丢过了。这边。哪里？这边。谢谢。妹妹的衣服，妹妹没穿衣服。丢过来。哎，要乱丢。掉了。掉了。下次我也要带包包。帮瑶瑶会不开心。哎呀，现在怎么那么？不嗨，瑶瑶现在感觉很不想理解。今天他出去玩哎。对啊，他刚刚带瑶瑶去散步。他变了好多次，一颗变。真的。你也紧张，开心加紧张。我这几天都一直训练他手靠近，然后他就踩到我的手上。对啊。他现在已经会自己踩我手上了，但是他现在感觉很不太开心，感觉。很开心。他需要平复一下。他现在在平复心情。我觉得他是玩累的。他现在感觉很没力气。然后三选一，我们三个人。所以还是算了吧。他刚刚眼睛快眯起来，又打开。又打开，睡觉。我本来想表演给你们看，他踩到我手上。你看，为什么发笑？因为他在睡觉，他现在太累了，算了，没办法。全身无力。他现在太累了。他可能肌肉酸痛了。对啊，不，不玩他了，算了。因为他想要肥。我去买，反正我自己也想要。啊，你也想要吗？你有看哦，库洛魔法使，好看呢。我还想要他的钥匙，哎，挂着钥匙，啊，好好看哦！可那个预购特点我还蛮想要的。预购特点我觉得还好。是吗？合资啊，1900啊，不含特点没关系啊。哎，没有，不含特点是1400。1480。有吗？我看到我查到一个是1390的最便宜有没有特点？哎，要多少钱？我要付多少？
傻。因为还没想自己。但是有盒子，有放牌的盒子。我要付多少？我看看，你要付800，然后姐姐付500，我付80。啊？哦，为什么？妹妹，我只有钱。哦，小姐。不要，不要。很香哎。没有单，没有单，真的。那是什么东西？土象摩，摩羯座。很恶心，哦，酷哎！谢谢 Ben 的星座，谢谢神奇糖的行李箱。哦，水瓶座，哇，这也太酷了吧！好漂亮哦，这个星座东西，哇，我喜欢这个。这是什么啊？这是要收集的，是不是？对啊，星座好酷哦，好帅。我少了一块肉。瑶瑶要不要看？哪有啊？这边咬一口而已。谢谢 Ben 的星座的流星雨，好漂亮，很酷哎，好好看的特效。这不是我吃的，我有看到狮子座的，真的，狮子座，真的回来哎，我就跟你说你回来嘛，错，要不要说他的故事？对啊，你看一个礼拜没回来，一个礼拜回来剩我三分之一。活动的，如果你想要，我就会去买。真的吗？我想要。我这样会不会讲得太直白？想要什么？想金牌啊？对啊。所以我要下单吗？不用吧。我这样会不会讲得太直接？弟弟，我再说一次，我不发不完，你就知道今天要把它看完。的确是想要，最好是 OK 的，我超想要的，我今天都已经在找了。好像在十二点就好了。你最好可以，哇，早起有够久的。生日礼物哦，那就好，这样子生日礼物还就是至少是有个理由，不然多不好意思呀。还不知道。耶，那就谢谢上庭了。谢谢最多。钱，最有钱的人要付最多。我的钱好不容易集。不要这样，瑶瑶要睡觉了。哦，瑶瑶睡觉了。真的。哎呀，睡觉了。他真的好累哦，好累哦，谢谢。我可以加码一个，钥匙吗？没有，没有，在家里不飞是因为太小。他觉得就算出来，他真的睡着了，他在睡觉了，他好累哦。哎，他是不是吓到？没有，小孩子回来，小孩子回来，直接躺在床上睡了。啊，小孩子每次户外教学回来都很容易感冒，就是太嗨，对不对？还有小睡觉。会不会感冒啊？我会感冒。我不知道户外教学好玩。我们第一次带瑶瑶出去散步，哎。嗯哼。真正的出去。对啊，我们真的就是他们刚刚大家出去散步，他现在整个超级，他现在整个就是超级累，就是趴在里面完全不动。一坨一颗。他哇。哎，他真的是，他也没吃完，妹妹放很多哦。我觉得我觉得他刚刚玩得太开心了。他现在好。帅哥。他现在好无力哦，他现在。一个礼拜前来。遛鸟。今天又来了。我们是弟弟是把他放在手上，是不是？然后带他出去。然后后来是把他丢到地板上。你把他放地板啊？因为他要飞。哦。哇，对啊，他们带他去散步，然后他现在整个就是。就是好累都不动。他以后会不会不想出去？弟弟他以后会不会不想出去啊？他以后会不会不想出去啊？我觉得他是会不可能。他是不是害怕啊？他怎么现在感觉很不开心？他感觉很不开心哎。他刚刚出去的时候好开心哎。嗯。他超棒的。他在思考鸟声。他整个就是超级巫族的感觉。那个心情很不好。他在外面，他东看西看，好开心啊、哦！啊、哦，消耗他，消耗，帮他消耗一下体力。因为他第一次去车子跟家里以外的地方。车子。他去过车子。他都不动哎、欸，他是睡着了。天啊！他睡着了吗？快了。快了，眼睛眯了。看
很贵。他太累了，他。你们不要把他搞到生病哦。拜托，他看医生一次，医生要4000块。嗯，真的。嗯。哎，宠物好像宠物看医生都特别贵，对不对？真的、啊。不值啊。你们有没有带自己的猫或狗去看过医生？是不是都很贵啊？比人看的医生还贵。嗯、之前，哎，之前杨老师，哎，上次看医生是为什么？吞到那个管子。吞到管子。噎的。噎的。啊，我们没有噎到，吞到。没有噎到，吞下去了。之前喂，之前喂杨老师东西的时候，我们是用一根软管喂他吃的，然后他吃一吃，竟然把软管整个吞下去，直接吞下去了，吓死我们了。然后又出来。然后后来，后来我们就带他去那个那个鸟类医院。哦，对对对，我们就立刻带他去那个鸟类的医院，对，然后把那个管子拿出来，哦，好恐怖，超痛的，还拔掉屁股的。对，哎，那个医生还帮他拔毛，超痛的，就是直接拔掉他羽毛，哦，因为他羽毛就是。那个粘到太多大便太脏了，然后，哦，对，他好像那个时候也有点生病。你觉得你那个时候是不是还没有起床？有，我起来了。刚起床吗？好像是吧。然后。我觉得我们换好衣服。是我们把你叫起来的，因为我们要带小咬去。哦，对，那个时候你还没起床。是吗？请你来顾妹妹。反正那个时候，因为他的。屁股那边毛实在是，那个他那阵子好像生病，一直拉肚子，然后毛上面就很脏，所以那个医生就帮他拔毛，超痛的。他们就是他们弟弟有去，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就说，那个瑶瑶一直惨叫，就是叫得很大声，然后一直叫，一直在挣扎，对不对？我在车上也偷偷拔了一下，什么？你太坏了吧！你拔他的毛。他以为是被笼子夹到。你很坏，没有，因为那个羽毛好像是掉下来的，结果我一抓，我发现哎，原来还在上面，就那个白色的那个吧，叫不掉的那个毛啊。哦，那个胎毛，嗯。超级痛的哦，好可怜哦。你拔的是不痛的，是胎毛已经掉了。我说在医院，他以为被那个。哦，直接拔毛哎。龙子夹了。超级痛的，就好可怜哦，然后他那天就他回到家之后一整天都超安静的，整个就是心情超不好，都不讲话，超安静的，然后也不玩，就坐在旁边，就缩在旁边，然后很不开心的，超可怜的那次。不过也是他吃太快了，居然把管子也吞下去了，吓死人了。你知道那个帮他带他去看一次医生就要4000块。超贵的，比人还贵很多，带宠物都好贵，4800哦，4000嘛，哦，4000，对啊，宠物没见吧，超贵的，那个动物的，可以帮鹦鹉看病的又特别少，对，好像鹦鹉，对，看鹦鹉，看猫狗的还比较多，对不对？看鹦鹉的很少，所以看鹦鹉，所以苗栗也拜托，而且他们特地跑到苗栗去看。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我们这边就是新竹这边好像都没有开，就是确定我要多久？就是没有鸟类医院，就反正就刚好没有。然后他们还特地跑到苗栗去帮瑶瑶看医生。什么？总共多少？带回去做毛笔，那个毛是很脏才拔掉的，我带回去做毛笔。太脏了，超恶的。谢谢青云的四叶草 ，Hello 勇哥晚安，陈月夏晚安，弟弟超坏，对啊，超残忍的，你加了 Hello， 弟，帮我倒一下茶，谢谢。好好打哦，好到苗栗去看医生，给你加一点酒。对呀，你不要乱加东西。那你给我一张刷手的，
学长同学。歌呢？而且。半个小时内赶快冲过去，对啊，那个吞下去马上把他带去。哎，那只赛哥还在吗？还在，还在。前几天哦，还在。前几天有一只赛哥飞到我们家的窗户外面，第二次啊。然后我们就拿咬咬的饲料喂它。然后后来他飞走了。我现在没有纱窗，可以再引他进来一次吧。过几天就今天他又飞回来，他又飞到我们家的窗户这边。然后他瘦超级多嘞，他前几天来原本还胖胖的，他今天来变得超级瘦的，变得超瘦，瘦到爆，就是整个都没肉了，好瘦哦。那只变超瘦的，然后我们就养在外面。我们今天就我要生气啊！我们养在外面。你们好吵！你们太吵了，我在讲话太累了，不行。很，熊妹邀请您进行联播。联播。能啊！啊能！我现在超级邋遢的。我现在超邋遢。会吗？还好啦。Hello， 我听到还是一样漂亮的。Hello， 没有，我来跟大家打招呼。Hello，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多久不见了？一个多月。我们现在应该是。我听不见你的声音，怎么办？来，我这边声音，我这边听不太到。我听不到，我讲大声啊！我听到了。哎，我们家的宠物们太吵了，你还吵？真的，宠物。哎，对，你知道吗？鹦鹉，你知道我们家有鹦鹉？因为刚才有人说你在讲鹦鹉话题。对啊，我们那个，因为我们家鹦鹉很安静，我们家的小孩比较吵。原来我们家的妹妹比鹦鹉还吵。哈哈哈，你妹妹还小，可恶哎！哎，我超级邋遢的，我好，怎么办？我好像刚睡醒，刚睡醒还好吧？我每天都看起来像刚睡醒，不会啦！我告诉我每天看起来像刚睡醒。熊妹去新竹的下集影片一直没出现，哎。熊妹，那个有人留言说你去新竹的下集影片，那个还没有出来，没有，那个还在，是本来是有的啦，只是后来好像就是因为后来剪一剪，觉得后面感觉有点空，有点没意思，空，对对对，有点空虚乏味，没有有趣的感觉，所以后来本来想说就是还要再。出去逛一次，然后再拍一些，再剪。可是后来就是后来一直没有约成，没有事，一直没约成功，所以就一直没有那个下集。对，太可惜了。没有，还是有机会拍下集的、啊，就是等之后那个嘛，疫情过后就可以约，对对对，约个下集。你不是真的刚睡醒，我没有，好不好？我睡醒很久了，不要这样。好了，依珍，我要跟你说拜拜了。啊，好，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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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次见。好，下次见，拜拜。忘记了，哎，你忘记了、啊？之前有个那个，对啊，他之前有做上下集，可是后来就是那个。熊妹是跟我说，就是她在剪下集影片的时候，觉得有点内容有点空，有点少，所以后来就想说，那就是再出去，就是再逛一次，然后再拍一点别的这样子。下午有睡过没有啦？我今天还蛮早起的，我今天11点就起床了。我那个没有上课，我今天没有上课，我还11点起床，已经算早了。那我今天还蛮早起的。
还不错。怎么可能没办法在？啊、哦，的确是。我已经睡醒很久了，只是看起来像刚睡醒，但是已经睡醒很久了。哎呀，我睡着了。嗯。你要怎么休息嘛？要休息啊。已经在面试了，真的。我平常要上课的时候是比较早来，可是我没有要上课的时候，我好像基本上都是12点，都是12点起床，12点后起床，12点之后起床。有时候是一点。没有，我几乎都是12点半前。可是你也很长一点。很少。很差，我都12点半前。可是我今天很早，是很少12点。我今天起床的时候，弟弟都还在房间睡懒觉，好，然后叫都叫不醒。前面要起床过。那只是为了衣服爸爸。不是啊，是初一呗。睡到中午还好吧？啊、我今天比较早，我今天11点。昨天失眠，3点多睡，6点多就起来了，怎么那么早起？你太厉害了吧！你为什么要吓他？妹妹，你怎么吓他、啊？你太坏了吧！哦，他都睡着了，你还踢他笼子，你太过分了。我没踢，我是盖盖。你怎么可以动他笼子啊？你可以让他休息吗？如果你在睡觉的时候，别人关你的门关很大力，你开心吗？今天我是负责把里面挖起来。为什么要把他叫起来？所以他今天有点。哦，他今天考试对不对？对。结果怎样叫都叫不起。然后接下来就很闹。啊，你们是自己考的吗？是。爸。是啊。是吗？是。突然理解为何你现在不中午播，哈哈哈！早上起不来，我怕我起不来。有没有鹦鹉的玩具？不是怕你起不来，是我睡着。哪有，我今天就起来啦。要起来那个千百英雄距离开始还有啊，还有15分钟，我也想要玩那个生理时钟习惯，那时候醒来吧。妹妹竟然这么坏，对，妹妹怎么那么坏啊？不乖哦。醒来，什么挑战？醒来最速直播。你可以看电视啊，妹妹。嗯，醒来几秒可以直播？我刚醒来就可以直播啦，我根本不用醒来几秒，我一休息我可以，我可以还在睡觉，我就在直播，我没问题的。反正我不管什么时，反正我不管什么时候，我都是长这个。这副邋遢样。哎，可是你有起床气。我没有起床气，我没有起床气。你好强哎！我没有，根本没有起床气。我一直都没有起床气，好不好？是你不知道。我没，我哪有？他没有起床气，他只会一直生气，好不好？哦，对，他是无时无刻。我没有起床气，好不好？没有啊。哼，小子。可能有。应该要说啦。起床气是在那种，可能只有睡10个小时的时候才会有起床气。什么啊！好了，你安心好不好？可是我昨天没有，只没有睡觉，没有睡很久哎。所以有起床气。我今天没有起床气啊，我今天只有叫你起床哎。哥哥，你有不用化妆？不用啊，我现在也没化妆，我根本就没有直播化妆，好不好？我直播根本看得出都没带化妆呢。那还好啊，因为有人自问呢、啊。然后，那我以后每天都化妆，好吧？小心！哎。
我刚刚看到一首抖音爆红曲，为什么我放的跟我抖音听到好像不太一样？为什么没办法讲这个账单啊？对了。嗯，外面你先等一下，你看啊，他出现这个，因为大家好，我们要打出这个。啊，为什么放的跟我抖音听的不太一样？哪里有了？你们进来了吗？我没讲过啊。你讲过来。讲啦，大家都很成功啊。平常赖床几分钟？平常赖床，如果后面没什么。什么？一直没跟你讲。这怎么跟我抖音听到不太一样？不同人唱，很好听哎。真的吗？可是这个跟抖音听到的，我知道啊，人好像不一样，唱的人不一样。好吧，没关系。如果之后后面没什么事的话，我赖床应该20分钟吧。可是如果是要赶着上课或什么的，我就不会赖床，我就是闹钟叫了，然后就好起来，就是1分钟内吧。对，我是看后面有没有事情，后面有事情我就基本上不会赖床，然后如果后面没什么事，我就会一直赖。群友不是吗？啊，对啊，那个什么热爱105度的你，有没有写成功？怎么回事啊？交易结果交易成功啊？哪里写的？一分钟就是神奇的时候，有可能吧。有可能，不能赖床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火爆一点。你小声一点嘛，妹妹。哦、你会唱、啊？这个吃掉、啊。你会唱哦，妹妹。蒸馏水。能不找借口就不要找借口。那顺便帮我算了。处理掉，听到有点烦哈，真的假的？听到有点烦，可是我前几天还拍了耶，虽然还没有被放上来，但是我有拍，怎么办？听烦了是不是？哼哼哼，哼哼。算了，也没在看电视，不放了。期待啊，真的假的？可是你们不是说最近在听腻了？谢谢助理的梦幻星座。我刚听，我根本没听你。我一直都很想看你拍这首，哎，可是我是就是就是意思，没有跳得很精准，就是有些不是舞蹈版跳的，就是跳的很好嘛。但是我没有，就是比较简易版的啦。对，没办法嘛，我觉得我跳的餐厅，我跳的不 OK， 就是。想听唱的哦，你喜欢这首歌、哦？哎，我可以用卡林巴琴，我可以用拇指琴弹给你们听。我会哦，我下次用拇指琴弹给你们听。我的眼镜，我之前有在网络上看到这首的简谱，我可以用拇指琴弹。想听我唱看哦，再说，我再想想。阿北是谁啊？好久没听你唱歌哦。有啦，曾经有过吧。这等了好久了。等等，会想听吗？我来思考一下要不要。哦，柯市长应该是。哦，他叫阿北啊，我都不知道哎。
的、啊、有他唱的版本，有那么酷。卡林巴，挡箭牌没有，只是我也，啊，你看像那个那么多人唱那么好，我觉得我出来，太没意思。哦、有人模仿他的声音，哎，那感觉还不错啊。刚看完那个影片啊，我也想看一下，分享一下吧，分享来。放出来才知道好不好？嗯，就没有说多特别啊，就是很一般吧，就是跟大家差不多啊。我就觉得，你知道，就是大家都这种水平，就觉得多放好像也没什么差，好像没什么意义，所以就想说算了，又不是特别好嘛，对不对？如果都只是跟大家差不多的水平，就算了。怎么？手下去，不要甩！我没甩，我用卫生纸。先示范一下，好了，我之后，好了，我之后想想，我之后来想想，要不要唱点什么东西？我来思考一下。去 KTV， 我几乎，我不怎么去 KTV 啊，其实。1005°C， 真的假的？太酷了吧！冠伟唱的，掉了，好，我来查查看。虽然我电脑刚关，我再把它打开来。掉了，美。刚踩到就行了。你说什么？我们又不是在玩马里奥，这样踩到会滑倒哎。香蕉皮。1005°C都干了。其实我觉得我只要把我的头发型用好一点，用的正常一点，基本上就还算可以看啦、啊、对不对啊？所以希望听着你能有信心一点，意思是说那个人唱得很难听是不是？我怎么没有看到冠伟的？来答题，哎，这边也可以答题吗？哦，就是。不知道谁唱，这是直播组吗？那个人有点那个，没那么好听。对对，没还可以啦。没那么好听。先吃饭，拜拜，亲云，拜拜。我这边也可以答题，是不是啊？耳朵痛，谢谢福福猫小冰球，冠伟的日不落，为什么你都会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对啊，为什么你都会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香蕉皮。哦。
这个人唱的还不错。这个人唱的还不错。没有歌第一个好听。真的。不要日不落。最近研究了很多魔法音高矫正软体，你唱我帮你瞧一瞧，真的吗？哎，我放一首最近喜欢听的歌。哎，他叫什么去？哦，妹妹会唱耶！为什么刚吃剥皮就断了？妹妹会唱。我的香蕉。打游戏的时唱起歌特别有感情哦。我才刚剥皮。哦，我断掉了。我要怎么吃啊？直接吃。怎么吃？直接咬啊。对啊。吃你不觉得奇怪吗？喜欢这首。这样吃你不觉得奇怪吗？香蕉在这，香蕉在这。这首最近常被我当成背景音乐在听，就是放在旁边，他给他自己一直跑。哎哎，答题啊！哎。哎呀，答题了，来答题了。哇，答对十题可获得100浪花哦。答题，来，我们来答题吧。一个正三角形，一个正三角形，共有几个边啊？不是三个吗？是吧？等一下，我这丁颖要跟我一起答题。浪的，哎，答对了！怎么会有人选两个？哦，浪的什么答题？浪的游戏。哇，哎，人工智慧，这太简单了吧 ？AI 啊，太简单了吧？这个题目，浪的游戏。下题。还没跑。那感觉这是剩面包吗？你拿去给他吧，放学叫你起来给他吧。还有人打错？对啊，那故意的吧？应该是。耶。嗯，汤是什么意思？不行啊！你看不行吗？我在这我边来，都好简单啊。那都好简单哦，可是他们说有些很难的。很难的你在念。好吧。为什么？为什么那么简单啊？一般的来说是那么简单的吗？我哭啦吧都我看哪哎啊啊芭比娃娃当成谁啊有什么哎我刚刚在沉浸于我的音乐，没有看到他题目来了。哦，我猜对了，肯尼。芭比娃娃的男朋友叫肯尼耶。谁是肯尼？肯尼浪的答题，海洋中数量最多的生物是鱼类，不是吧？生物，浮游生物算生物吧？所以那是错吧？哦，答对了耶！哎，来不及了，它只有15秒。麻烦小说你念一下。
没了。还有，还有啊，男朋友。2020欧洲国家杯足球赛主办城市没有哪个？2020欧洲国家杯足球赛。啊！我怎么会知道啊？来不及啦！我不知道，太难了吧？哎，我答对了！我运气也太好了吧？我答对了耶，都柏林。你刚点了？哦，我猜对了，我运气好好，我猜，我用猜的，我竟然猜对。下列哪道甜汤用的不是种子？薏仁、花生是种子吧？莲子不是种子吧？是。莲子不是种子，莲子是种子。花生呢？薏仁哪一个不是种子啊？薏仁吧。艺人吗？艺人吗？艺人。哦，我答对了。艺人吧。运气好好。哼，是艺人吗？对。哼哼。答对了。那个汉堡。下列何者是有毒植物？有毒植物，紫罗兰有没有毒？黄金葛我记得有毒，虎尾兰呢？紫罗兰有啊。所以是黄金葛没毒是吗？虎尾兰。紫罗兰，我不知道啊。黄金葛有毒哦。我不知道，黄金葛没毒吗？那是黄金葛。啊！因为我们家是黄金葛。对啊，我想到，我后来也想到我们家有黄金葛，所以我在想说应该没毒。没有没有，黄金葛没毒，黄金葛。还有吗？啊，对，还有。葛莱美奖至今累积获奖次数最多的女歌手是葛莱美奖。来不及了。啊？泰勒斯吗？碧昂斯、女神卡卡、Lady Gaga、Beyonce， 我觉得是 Beyonce。Beyonce 那个电影很常有人讲到。答错了。啊，对了，哎、欸，我好强啊，怎么办？我运气好好。十二题，我又在答对。你答对几题了？九题了。对呀、啊，看哇，我对哪个诗词作品与其他两者？选项的朝代不同，春望、水调歌颂、黄鹤楼。春望跟黄吧。水调歌头跟黄鹤楼是同一个吗？水调歌是李白啊。是朝代。所以是黄那个、啊。春望。水调歌头了，哦哟，我刚刚想是按水调歌头啊。水调歌头不是李白吗？李白不是黄鹤楼吗？我就觉得春望跟黄鹤楼的那个。感觉时间比较类似。黄鹤楼是。你看啊，我被淘汰了。哎、欸，我答对九题耶，怎么办？我猜一题就有奖金了，我十题就有奖金了。啊！好吧，我失败了。哦，对不起，早知道我不要来找你了。抱歉。答对九题就差一题，我再答对一题我就100万花。真的可恶、啊！好可惜哦。下一场答题时间8点，我们8点再来玩一次。可恶哦！早知道、我如果不要吵你，你就会嘴掉个头，对不对？哎、欸，啊还有吗？哦，观战哦，好吧。三国著名人物配对，何者不是父子？夏侯渊和夏侯和，孙坚和孙毅，曹操和曹节。你在说什么？父子。啊，没有啦，我这已经输了啦。哦。我已经输了，没了。哎，我输了。我九题耶，我猜一题就，那是我的错，猜一题就有奖金了。可恶！我觉得等一下要就是我们一起答题，然后有个人要快点查。啊！我猜一题。因为妈妈，好可惜，没有啦，不是妈妈啦。因为可是我一直叫我，弟你干嘛、啊？先把这个销毁了。那没有关系啦，我都会，我都已经找出理由了。哎、欸，我运气很好，我刚刚本来是要选《水调歌头》的，那个就是正确答案。因为是我的。对，我妈一直跟我讲春晚，我在打春晚。我真的我今天好像运气还不错，随便猜都对，耶、yeah, ，还不错。哎，对啊，100万拿不到，好可惜啊，真是。跟妈妈拿100块，来好100块，100浪花就好啦，我只要给你100浪花就好了。可惜，8点再来比一次，所以什么都没，对啊，什么都没有了，最少要10题，10题就100浪花，然后12题有多少？12题会有多少浪花？8水，反正最低要10题会有100浪花，太可惜了。
最后一题是妈妈的国文。哎，卢卡今天有直播吗？八点，你有播吗？不然的话，八点我来去你那边答题。水调歌头，我前几天才在唱的是吗？七题可能的话没有，要十题。我刚刚九题，我刚刚答九题。哦，哦，明月几时有把酒？哎，把酒问青天。深深相遇的戳戳你。是你。耶、yeah, ，没关系，我们再接再厉。八点还有一局。深深相遇的戳戳你。哎，好，没关系，我们八点来，八点再来答题。对，对啊，十题才有一百的话，好可惜哦，好可惜哦，刚刚就真的就差一题。苏轼的，所以宋朝。帮妈妈付，你真好，谢谢相遇，我帮妈妈，我代替妈妈感谢你。都卡哦，八点半，好吧，八点半就没办法。谢谢卢卡四叶草，八点半的话就不能一起答题。没关系，八点半我答完题，然后我就去看你，我要去看你，去看一下你直播。我跟你讲，我努力收集，我收集到了背包礼物哦，我收集到了一个那叫什么圈，我收集到一个背包礼物，好像是什么？中间那一个，快点吃，那叫什么？大声说爱你，好像是。我今天去送，丢到你，丢你那边。这里两箱。我终于赚到了，我终于集到背包礼物了，开心。我集很久，超难超难的。那个每次登录都好期待，哎，快点碎片出来，碎片出来。每次登录都期待它的碎片。对啊，背包礼物碎片要收集超久了。谢谢各位小比心。我来就看到你输了，那我输了。哎，你们看到我答题吗？哎，你看我今天出去玩还真的很累。那个1520啊，真的啊，那么快啊！哦，哎，我集到了，我集到了，太好了！我现在那个排名好了。那雨赏一赏花赏龙。哎，对了，妈妈，明天应该是鬼子多便便。我刚刚那个，Lady Gaga、Beyonce 还有那个什么 Taylor 那个真的是看谁比较红，就都很红，但是要思考，哎，哪一个人的时间最长？哦，不错不错，运气好。我就想到我之前看美剧、美国电影的时候，就是有时候都会看到。都会听到什么，就是讲到 Beyonce 这样子。什么是 Beyonce？ Beyonce 是一个很有名、很有名、非常非常有名的唱歌的人。对，运气好，刚好就是刚好想到，哎，之前我看那个美剧的时候，有听到几次有提到 Beyonce， 我就选 Beyonce， 就哦，他对了，开心，运气。我都靠运气取胜，虽然最后没有赢，不过没关系，没关系，还是，哎，我觉得还不错哎，九题。哦，网页版不能哦。谢谢贵司的文手礼，而且身材又好。你说 Beyonce 吗？失败的时候，算了，直接出资。阿莎里直接出资。谢谢贵司的小熊。我来念排名了。等一下八点我们比赛见，八点的时候来答题一下。是怎样？是随便进一个直播间就可以答题是不是？好，第十名幻影战士，
谢谢啊！你刚刚中奖了，真的假的？好好，恭喜怪死！恭喜怪死中奖。问题在难和简单之间。你要去谁的直播间？我不知道哎，我到时候看有谁吧，随便点一个。第九名夫妇猫，谢谢。第八名尚婷，谢谢。第七名朱婷恩，谢谢。第六名吉米中，谢谢。第五名卢卡，谢谢。第四名生气糖，谢谢。第三名少女杀手 Otome Killer， 贵死，谢谢贵死。第二名乔纳森叔叔，谢谢乔纳森叔叔。第一名 Happy Love， 谢谢 Happy Love， 谢谢 Happy Love， 耶、yeah.答错难过要去处置啊！哎，我要来实体，可恶，我一定要至少要实体才可以拿到浪花，努力赚，加油赚，赚到好，我们一起加油，努力答题，加油答题，去人气低的路人台。哦，真的哦，不然会卡住是不是？那我就滑到最下面看，然后随便点一个。九题很强了，那是我运气好。你想要我的新大头吗？还不错，挺可爱的，还可以，还可以，还行啦。对啊，九题运气很好，希望可以十二题，吼吼。十二题啊！年初运气差是不到现在，还没有啊！我现在都还没有那个哎，都还没有拿到奖品，要实体不是吗？我还差一题。如果等一下，如果等一下，我可以达到，我可以十二题全部答对哦，那我就会觉得哎，我年初的运气都用到这边来了，对，对，还不够，还不够，要答对十二题。还好，一百浪花不是也才几块钱而已吗？一百浪花多少钱啊？多少？我记得五块钱可以换四十浪花。才五块。嗯，所以一百浪花才12.5块而已，那还好。50元300浪花。50元300浪花。才12还15啊？啊？可是我五块钱可以换四十浪花哎。我怎么知道？5块钱40浪花，10块钱就80，所以12.5块就100啊。对啊，100浪花也才12.5块，还好。才12块。对啊。那好。变难了。统一发票中了200，哇！哎 ，Grace 你的运气，哇、哦，运气很好哦，你最近运气很好哦，厉害厉害。运气超不好。真的要是第一题就错啊！哈哈哦，如果第一题就错，我难过死了，我要哭，我难过，然后我难过，我要去丢礼物，难过就要丢礼物，对不对？我要跟小玉学，难过丢礼物，哈哈。看你花多少钱，越大金额的比例越大，啊、哦，是这样子哦，50元啊。50元那个350浪花，我350，为什么啊？那我一次除一点，一次除一点不是比较划算吗？因为我记得我看到的是5块钱40浪花，所以50元应该要400浪花哎、欸，你那才350好，有点少。都要跟你学的啊，那个答错不开心，开始那个丢礼物，哈哈，我去卢卡台丢，越多浪花越划算，对啊，应该要这样吧，越多浪花越划算。额头越来越亮，光滑，哎，额头真光滑，光滑的耳朵。我印交通费的明细就中了，就中发票了。啊！哇，卢卡运气也太好了吧！哎，卢卡运气好好哦，哇！
中200块，印3块钱，印那个交通费花3块钱，厉害厉害。流汗吗？没有，我没有流汗啊，不知道，头皮油，头发油。5000以上，哇，那有点多，有点困难。我要不要干脆之后就不要留刘海啦，直接这样子算了。200是美金吗？就开心嘛，有没有？就是感觉中奖就很开心。好啦，我们先这样啦，等一下呀，加油答题，赚100要花。露卡晚点见，露卡待会见，拜拜啦，大家拜拜啦，拜拜。你没刘海有点怪，真的假的？我没刘海很怪吗？切。小英之名。什么拥有星星力量的钥匙啊，是吗？哦，隐藏着星星力量的钥匙啊，在我面前显示真正的力量，显示真正的力量，跟你定下约定的小樱，小樱命令你封印解除。我都会念了，你还不会？香。你的抖音刚发布嘞？哦，真的、哦？那个是很久以前的耶，这两天前天跟刚刚放的都是我一个月前拍的，都很久了。没有，3个礼拜前拍的，那已经很久了。其实也不到怪，也没有到怪，是不是？就是不习惯，对不对？看不习惯，没关系。对，那是我三个礼拜前拍的。所以瑶瑶可能还要再等2个礼拜，可能要等到快截止吧，截止前。delay 多久？我不知道。啊，好期待瑶瑶的、哦，希望瑶瑶的可以快点被放上来。3个月。你念我 ID 比较怪，你还要特别改名吗？不用啦。对，抖音抖音要去按赞、留言、分享，对，好像是他们，对，他们比赛是算那个嘛，对不对？算按赞、留言、分享，所以大家去按赞、留言、分享吧。拜拜，好啦，拜拜啦，再见，拜拜。